哦，赞赞赞！好棒哦！好，国际地点呢，到现在已经算是告一个段落了。其实今天的表演呢是非常精彩的，刚刚有看到好多是六台的花车。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天气有一点点的热，所以没有办法在现场近距离看花车的话，没关系，因为这一次的六台花车呢，它们会沿着舟上经路之后，然后往南宝山花馆这边迈进。今天下午如果是这国际联赛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其实都可以到南港展览馆这边来看花车，或者是跟他们近距离的拍照了。哦，我们说就是庆祝今天。